您正在收看的是新西兰报中心之窗试点。首先很高兴能跟咱们万方在一起共同有今天的聚会，同时呢也很荣幸我们妇联基金会以及我们新西兰棋牌球协会总会能够共同呢主办和协办啊，就这次万方杯邀请赛非常成功，现场的时候感受非常的不同。恭贺我们新西兰第一届万方杯邀请赛圆满成功，我们将在今后的日子里呢和万方那么加强携手共同的联合，把棋牌球呢发展得更好更宽更广，咱们也国际化。我也相信在第三届星光杯棋牌球锦标赛里边，我们将再次与万方体育共同携手，为咱们新西兰棋牌球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确实是从队员运动员也好裁判员也好都有一个提高，至少在场上呢没有像以前因为一个球啊队员这跟这个裁判顶起来了干什么的啊，这次这个情况没有，据说咱们这个队员也好裁判员也好速度都在提高。冠军的感觉吗？再准备开吧。万方第一，永恒永恒，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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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祝贺我们第一届万方杯棋牌球邀请赛颁奖仪式圆满顺利完成，恭喜获奖的各位，恭喜各位来宾，感谢你们的到来，请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晚上，一起享受自己的晚宴，感谢。好。Yo!万方第一，永邦高中。好。